客家好爱你系列形象广告，以微电影拍摄手法展现祖孙间俏皮对话的感动故事，推出至今影音网站点阅率突破10万人次，也引发广泛的讨论，成功带动客家影音风潮。而台东今年也打破传统，选择不一样的行销方式，配合年度客家好米收冬季，举办微电影征件活动。我们台东这一次的客庄十二道前进将在11月24日隆重登场。那这一次除了既有的祭典仪式之外，我们还办理了微电影的征件活动，以及我们要办理客家便当的甄选。另外我们还办理了一个好米杯的全国路跑活动。而这次征件的拍摄以台东的客家文化及米食相关的内容为主题，一方面推展客家淳朴的风情，主要也为了拓展台东身为稻米之乡的国际能见度。这一个好几步咯，我们来欣赏看看，这是台东我的家乡，不错嘞。然后就业跟教育的问题，这个是其中一片，还有一个是预告片，那个预告片我很期待。关山，这是纵谷线那边。对，哎、欸，这个很不错，对，这个真的台东的。哎、欸，好，哎、欸，灯花，应该拍这个，这才是台东。因为我们今年年初客委会拍了一个客家好爱你的这个微电影。让我们感觉到祖孙的那种浓厚的感情是这样的培养出来的，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次好米收冬季的微电影征件，希望更多人拍都来台东拍摄更好的更美的美景。在每年秋天稻谷收成后，就是客家庄农家最重要的交流时刻，台东县政府将这个具有客家特色的传统庆典扩大办理，打出活动品牌，也能够为客家庄带入更多观光商机与人潮，打造台东成为拥有休闲观光文化美食兼具的知性旅游景点。东台新闻张嘉维台东报道。